幾個問題，想問你拉 scale 的時候，你覺得你的左手如何呢？即係你會唔會話好緊張，或者係好硬，定係你有冇留意嘅呢？或者你可以話俾我聽，你拉 scale 嘅時候，你其實諗緊乜嘢呢？你係注意力放喺邊呢？你嘅目標係乜嘢呢？即係除咗話音準之外，音準同埋係咯，最後嗰度啲弓架係唔夠用咯。Okay. 我要諗翻下啲手啲指法啊。諗翻啲指法。係係，因為頭先第一次咪亂咗，上到去上面呢個位置之後嘅咗。OK。因為我背咗，因為好難睇啊。其實一轉咗法位之後，你背咗邊一度咧？你是整條背，還是背邊幾個小，還是背了一半，還是怎樣呢？還是都是整條背，整條背了。剛剛一開一個新的 scale 呢，就很花很多時間去摸索，是的。之後就因為經常都會轉的嘛，這些指法之後明明應該說不是轉，是要轉法位。 OK OK。这个一开始是二把位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一至十分里面是一是最不熟，十是最熟这个把位，很熟这个把位，你觉得现在你大概在哪里呢？怎样为之熟？就是你望到个音，你即刻知道用哪只手指按哪条弦，而左右手是配合到的，即是不会说左手按一条弦，跟着右手係啦，一至十，你覺得自己喺邊度咧？人哋三把位都記得到二，應該話二把位應該兩成都冇。OK。三把位就應該會一半咯。係。OK。我都係記得啲 interval 距離，再聽翻音嚟，即係你話揾到第一個手指之後。OK， 我想試幾個很簡單的練習，譜上面是沒有的。我想你現在用三把位去拉一個 G 弦的 C 給我聽。三把位是啦，最近 G 音，最近空弦，最近 G 弦的那個 C。OK， 你拉之前你複述一次頭先我嘅要求係咩先？三把位係啦，仲有咧 ？G 音咯。我唔係 G 音，我係 G 弦。G 弦啊，我係 G 弦。三把位 G 弦嘅 C 音。嘅 C 音。OK。C 音。OK，OK 係。嗱呢個 C 音偏低嘅，應該多。我想好，而家做另一樣嘢。我想咧，你喺一把位都係同一條弦啦。我想你由空弦開始拉，哆哆哆哆。我想問下咧，由空弦開始去到 C 音嗰呢度中間嘅音嘅 super name 係乜嘢啊 ？OK， 一路唱落去。係啦，而家先至準。而家咧用三把位一手指去拉。係啦，唔使唱嘅，不過係你唔該唱錯。OK， 好，而家用二把位去拉，二把位同一個音，三二，係啦。OK， 我哋而家想你咧，另一個練習，我想你咧先用三把位，然後用一把位，最後用二把位拉同一個音，都係即係 C 啦，即係哆啦。三把位，一把位，二把位，三把位，係。OK， 我再複述多次。三把位二把位。No， 三把位一把位二把位。OK， 再嚟多次，三把位先。之後一把位。聽埋音準係啦。放鬆啲。把位，而家係一把位，係之後二把位，係啦。
啱啦，而家大致上三個音都準嘅。我想將個難度加多少少喎，而家試下俾個節奏佢，試下咧。嗱，聽我唱一次個節奏係哒哒哒，即係兩個半拍加一個一拍，兩個半拍加一個一拍，所以係哒哒哒哒哒哒。咁咧都係呢三個音，我要三把位、一把位、二把位，好似頭先咁樣。哒，即係三把位、一把位、二把位，三把位、一把位、二把位，同一個音，都係 C 音。試下咯喎，係你可以喺中弓開始。One。我數 one two， 然後你就拉啦。知唔知道而家做乜先？三百位、一百位、二百位，半兩個半拍，最尾嗰、那個二百位嗰個咧係一個一拍。如果有人同我咁講咧，我即刻個腦裏邊有個五線譜，然後就有呢兩個半拍，有一個一拍。你要好即刻嘅，你要即刻有 C 嘅呢個音，然後有埋出埋個指法。三百位嘅指法係乜嘢？個 C 音一，跟住咧。如果就三之後二，係啦，一三二，一三二，好試下咯喎，我數 one two， 然後試下 like one two。我想問一下，而家你係拉咗咩弓咧？全部停曬落嚟，即係同一弓啦。係啊，同一弓。係啊，同一弓就練唔到咯。我哋就係想用格有節奏啊嘛，有節奏咁你右手要有呢個分工先做到節奏。OK， 試多次 ，one two。再多次，繼續。每一個手指，每一個手指其實都有機會按同一個音。咁但係你要。所以不是啊，我而家喺度試下講背後想做嘅嘢，唔係定咗呢個音就一定用呢個手指去拉嘅，因為我哋會換把係咪？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就係記死一個一把位，我哋希望做到其他把位都可以好似一把位咁有信心嘅。哦，都撳翻原來。係啊，我哋所以我哋要我哋要個音準行先。音準當剛才我想你做這個啦，同埋呢我希望見到嘅係嗰個即係運弓嗰度呢係要肯定啲，剛才你係其實唔係好聽出嗰個節奏，所以應該係你問我是要怎樣才做到呢，其實你是要放鬆，我經常都講放鬆，我自己都是這樣提的，提自己你要放鬆，你要給多一點感覺是去做這件事，不是只是認個指法音或者認個功法，你這樣就會將注意力只是偏了去其中一項或者兩項這件事，但是你要放鬆，你不要右手不要被左手干擾到，你的音準每個手指按你，即其實還有另一樣呢，換把都是一個感覺來的，你拉得到的話，但如果你是這樣的話呢，你有做到音準都對，但是你的換把不暢順呢，其實即是你還未夠放鬆，你要給多一點信心自己，你去認識一樣嘢咧，你一定要放鬆個放鬆少少，唔可以太驚錯或者乜嘢嘅。你太驚錯呢一樣嘢，就會干擾嗰個感覺。OK， 好咁咧，我想你試一次另一樣嘢，我想你試下用三把位，由一手指個度開始嘅C音開始，然後一路拉到E線四手指最高嘅嗰個音，然後翻翻落嚟。我想睇下咧，你對三把位。按不到的音，沒有 sharp flat 的音之下有多熟，我再講一次，三把位一手指開始，所以其實是一個 C major， 不過我們去不到即是 E 線最高，我們去不到另一個 C 啦，只可以去到 D 啦，但我想看看你有多流暢，你對 major 這件事試一下分工，你剛才想了一下，繼續不是了
諗緊有冇空移。OK， 停！而家喺個譜上邊，任何一點揾你而家撳緊呢個音俾我睇，放低琴，放低唔係放低琴，係，然後喺譜上邊揾你而家撳緊嘅呢個音，你應該照講得到咧。呢個係乜嘢音？三、二、A， 唔係咯，呢個 G 嚟噶，係啦。咁而家你話喺份譜嗰度。找是但一個地方，你覺得那個八度是啱的一個 G 音，即是跟這個一樣的 G 音，不是求其空弦那個 G， 是要你現在按緊這個音的 G。啱啦，你要就是做這樣東西，你按緊這個音的時候，是啊，因為你沒有想過有需要這個聯繫，你沒有想過，我想大有些歌都是這樣連住有些指法的嘛，大部分人如果你想流暢的話，這個就是個方法，所有東西是要有關，你不是只是單向譜上面告訴你什麼音或者什麼指法一二三四，跟著你就拉這個一二三四完，不是這樣的，係咯，所以冇指法就唔知點喎。所以我嗰時就問你，依個消防嗰時點解咧？係啊，係啲字。所以呢個係就會揾到嘛，依度冇黑住嘅喎。係啊，另一樣嘢就係咧，好多學小提琴嘅人，可能佢本身係學開鋼琴，我唔知係咪佢擺脱唔到呢一樣嘢咧，係會唔覺意用咗鋼琴嘅方向去諗小提琴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你要，所以我冇曬啲痕跡，而家好開心嘅。嗯，你用另一種樂器去學呢一種樂器咧，係會冇唔知點辦嘅，會好冇安全感。係啊，就唔好講咁遠，鋼琴去小提琴啦。有時，譬如我拉小提琴，我去學中提琴，個感覺都係好奇怪噶。一開始，譬如我睇緊嗰份譜。係咯，譜號都唔啱，所以其實係另一 set 感覺。你可最初嘅時候，你可以靠小提琴去幫，但係咧慢慢咧，你都要適應中提琴嘅譜號，即係所以你要係咯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即係所以我而家就係翻去就唔係，千祈唔好咧譜上面有音咁嚟拉，呢個係最初學，但係慢慢咧你要明白哦，原來我手指其實都有感覺嘅喎，我黑埋眼。我知唔知道？我未拉之前，我知唔知道自己響乜嘢把位？哦，即係個譜度咩位咩音？係啊，你譬如手指擠呢個位置，而家邊隻手指撳，即係全部要當你係擘大眼知道一清二楚嘅。而家我撳緊四手指，呢個位置大概係咩把位？出到乜嘢音？而呢個音對應譜上面嘅係邊一個嘅音？其實係有感覺，只不過你冇。想過、啊、原來個感覺可以這樣用的，是的，我猜呢可能你很熟，我不知道有些工具的大小，你未必真的需要真的這樣去摸，也都不可以只是這樣的時間，所以你要用其他的感覺去 你要給其他感覺去幫你。現在試一下二把位，二把位會是什麼手指開始呢？如果是 C 音的話，就是 G 弦的 C， 剛才我們一直說的那個 C， 對了，二手指，對了，二手指， OK， 那你試一下由二手指開始呢，我們又是 G D A E， 然後回頭可以拉到最盡的、嗯、聽音準，對了，對了，不要逐個逐個音去想，哎，好一點、哦，流暢，但是不要快。One, two, good， 放鬆放鬆，係啦，俾啲信心，學翻嚟。One and two， 好，而家喺譜上邊揾四手指呢個音俾我睇。你而家撳緊呢個係乜嘢？三、二、一。二得啦，依個。是 B， 你應該唱 Super Name 啦。
係啱，而家鋪上面揾填。咁所以咧，你咁樣就知道哦，我而家撳緊四手指係乜嘢？嗱，我成日講乜嘢音唔好要 letter name，letter name 暫時，我覺得喺呢個情況咧，對加強我哋關係咧係冇乜用嘅。我哋撳嘅係 T， 譜上面係呢個音。咁你睇唔睇到啊？係三樣嘢，起碼三個感覺。乜嘢音？你講得出係 B 啦，你唱得到係 T 啦，你知道手指用咩手指去撳啦，乜嘢把位啦，然後喺呢個把位嗰度揾翻譜上面係邊一個 T， 唔係最高呢個 T。不是底的，我不知道这里没有一个 T， 是中间这一个 T， 你明白吗？那你有这么多几样感觉帮你，那你怎会，即其实感觉是帮我们认音，是不是？你多一样感觉，你自然快点，你会直接很多，你只是靠一个感觉，如果有干扰一湿了，那你就停了。是啊，即有时候我们都会拉拉下，突然之间有些杂念跟住就會干擾咗，咁但係如果你四個感覺，你有一個干擾咗嘅，咁你但係你右手或者你左手，有時佢係可以獨立嘅，就算你呢度喺度諗幾多嘢咧，佢因為佢慣咗，佢話到俾你聽，咁你仍然可以繼續落去，你就唔停咗落嚟。好少人講練 scale 嘅呢一樣嘢，練 scale 好多就係話，哦，最足就係、是、準唔準啦、啊。係咯，準唔準咯？但其實背後呢，考試啲功法緊唔緊要？係咯，背後我哋想流暢，我哋想左右手嘅動作流暢，左右手嘅動作流暢係好視乎我哋嘅感覺係咪通，係咪有關聯。我哋唔係淨係睇指法，都係練功啦，但係睇下可唔可以流暢啲，唔係快啲流暢啲，多啲多。嗱，我希望你知道頭先嗰下換弦咧，其實係。好大隻角，你哒哒哒哒哒哒，你係咁樣噶。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，頭先係咁樣。但係你嗱呢、這個就係今次關右手事啦，關右同左事。你知道下一個音，你理論上要知道下一個音係 D 弦。咁你嘅右手，你嘅右手要早少少。沉少少落去，就唔好仲系維持喺 G。咁你呢下去 G 弦，你仲要比較高添。你 G 弦去 D 弦，咁呢個距離你話幾遠？係咪啊？你明唔明我話遠嘅意思啊？即係你個弓根呢個位置，係咪啊？所以你要知道佢嚟緊。呢一下咧，就係你要俾嗰個音樂嘅流暢。將呢一樣嘢放喺第一位，甚至仲比音準仲要排得前。嗱，係咪啦？放鬆係啦。我記得原先，啦啦啦啦，有少少高啦，開始啦啦。剛才你說會不夠功，是不是？是。為什麼會不夠功，你知不知道？當然，是，你說吧。你去到這裡，這裡差了一點。是。你開頭呢，你又不是十分慢，即是你支弓又比較快。跟著另外，你有沒有用完支弓？你知不知道你支弓呢，剛才是上弓的時候呢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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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跟住你就，哎呀，呢一度好难用埋佢啊，不如我转啦，咁啊弊，咁你下一弓咪变咗喺呢一度开始，系啊，咁所以你冇嘥咗支弓啊，呢度支弓咁长，你剪咗呢一度，剪咗呢度，得翻咁多，你仲要用得好快，咁你边度够弓咧？系啊，所以你系呢一样嘢又要靠
練出嚟嘅，你知唔知道自己用得快咗咧？或者你知唔知道自己仲有好多功未用咧？就係、是、練嘅時候要留意咯。頭先我想停你呢一度啦，係咪啊？嗱，今次你覺得係同乜嘢有關啊？你覺得係左手啊、右手啊，定係乜嘢咧？點解會嗰度窒咗咧？定係你有冇諗咧？你或者你而家試下諗唔諗到？你覺得？唔記得咗指。冇啊！呢個冇，我唔記得指。O K， 唔記得指法。我覺得你可能唔記得指法，但係，如果你能夠睇快啲份譜，你會知道，你會有多好多時間去反應。我成日覺得人腦係好神奇，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咧，係做一啲好你自己好熟習嘅、好熟練嘅工作。你唔使真係去諗我而家做緊呢一樣嘢，你唔使去分析噶。你同一時間咧，你可以有第二諗緊啊，我陣間食啲咩好咧？或者諗，唉，頭先阿 Mary 佢咁樣講啊，咁樣講我真係搞錯。係咪啊？你同一時間可以做好多嘢嘅個腦。如果睇快少少，咁咪可以多好多時間反應咯。睇下可唔可以流暢少少，唔好靠寫指法。你可能咧咁樣反而仲有用，揾到一個準嘅 B flat 啦，第一個音啦 ，B flat 啦，然後試下唱。但係咧，你唔好用支弓去拉 ，Ti do re mi fa sol。睇下咧，你撳嘅時候嗰啲半音有冇做到喎？Ti do re mi， 你唱緊半音嘅時候 ，re mi， 你嘅手指都要係撳緊半音。我覺得上去嘅時候容易啲，反而落好多人咧落嚟嘅時候咧唔記得咗呢樣嘢，就譬如如果係啦分開咗，咁你落記住落嚟嘅時候係黐埋一齊落 ，Ti do re mi fa sol la ti ti la sol fa mi re do ti， 你唔使唱兩個 octave 嘅，或者唱一個 octave 都夠都可以噶啦。哒哒哒 ，ti do re mi fa sol la ti。嗱，而家我咁樣練，我係加強緊我唱同埋我手指撳嘅，同埋我腦裏邊有冇呢個音嘅樣呢、這個關係。